任达华18岁女儿近照曝光，现身商场身形优越，日常背奢侈品包包。6月13日，有港媒曝光一组任达华女儿任晴佳的近照。18岁的她出落得亭亭玉立，拥有九头身的身高比例宛如超模般靓丽。照片中，18岁的任晴佳身穿宽松外套，长发披肩，身形优越到显眼。她在司机的护送下来到某家饰品店，还与店员亲切聊天，相当接地气。在商场逛了许久后，任晴佳便小跑着赶回家，一双长腿在人群中非常吸睛。看得出来任晴佳现在的生活非常惬意，平常没事不是逛街就是拍杂志，也算半个脚踏入娱乐圈了。前两天，任晴佳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一组近照。照片中，她身穿露脐上衣，自信秀出腹肌，腰部一丝赘肉也没有，美到叫人移不开眼。任达华女儿的近照曝光之后，引发不少网友热议，很多人都说她是最美星二代，这样的颜值和身材进娱乐圈一定能大红大紫。任达华的女儿如今才18岁，但已经是不少时尚杂志的宠儿了，如果以后真的打算进圈，那也是很容易的事情。对这个女儿，任达华算是百般宠爱，吃穿用度都是给她最好的。浏览任晴佳的社交动态，她经常会和外界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。祝福任达华女儿往后的生活可以越来越好，期待她更多的好消息。